拜拜，辛苦了，拜拜。猜猜我在哪里？没有没有，你们可以讲话，应该受不到，应该受不到。Hello Hello， 哦，你们要午休时间了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关掉。没有啦。是的，是的，有人猜到了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我现在在那个包装厂，因为就是我们预购的那个预购版里面呢，我们都会有附上我的那个真实的签名，就是没有代签，就是我自己亲签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呢就是。抽空来了这个包装厂呢，把我们预购版的那个3500份都签上的签名。我现在刚签完一大箱而已，在这里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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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我随便拿一个起来。等一下我聊。这样有吗？你们看到可能是反的，因为是镜头的关系。对。然后基本上我都签的还蛮一致的啦，只是如果中间有几个不小心回丢啊，然后不小心签歪的，就请多多见谅。那真的是我签的，那我不小心签歪的，我都会有一点小小的补救。有签特别版的吗？没错，你们答对了。待会呢，我就要在这个直播呢边签，然后再有一些歌词本上面呢写一些字或什么之类的，让你们拿到的时候可能有惊喜，就是你拿到一张很特别的。但是如果你们拿到之后呢，你们就可以 tag 我，我可能会在上面写一些五字经、三字经，开玩笑的啦，就是写一些比较有的没的的话，让你们拿到会有那个惊喜感啊。还有那个，还有歌卡也好了，这个是北极光歌卡。哦，之前直播的时候还没粘好，这个是已经真正的很像名片的那个歌卡。这个是北极光的，然后这个是背光旅行歌卡。然后呢，之前没有讲过的一个小小的福利是，如果呢你同时拥有北极光跟背光旅行歌卡，你就有机会呢可以跟我一起那个直播视讯。有机会而已，有机会，不是通通有讲，有机会，有机会哦，有机会哦。然后重复讲8次。所以呢，反正只要你收集到2张，一个背光旅行跟北极光的歌卡，我们到时候会再告诉你们用什么方式。我素颜，我今天肤况不好，但是我已经上妆了，因为晚上有通告。没有，因为在家里都会摆那个网美灯，这里就没有。好，这样有没有？这样可以了吧？反正就是只要有
北极光跟背光旅行歌卡呢，就可以有机会跟我视讯。可以看海报实物吗？目前现场还没有海报，还没来。对，所以现场目前只有歌词本跟我看到歌卡，还有一些你们应该不会想看的，这个吗？这个要看吗？那是那个外面的贴纸，这就是一个贴纸啦，就是贴在专辑外面的贴纸啦。对啊，这个就这个你应该没什么兴趣。对，这个就是一个贴纸。然后我刚刚想，因为我刚前面我目前已经签了800多张，然后大概有4-5张吧，是有点不小心签的比较丑一点的。但我在想，如果等下后面我有不小心签比较丑的，我可能会在上面跟你写一些道歉的话，让你们就是觉得拿到这一份也蛮特别的感觉，不会有那种很衰的感觉。我已经素颜很好看，素你。老师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我没有素颜。素颜。你们午休时间看直播不会被教官抓到吗？想拿到特别版，真的吗？好，还是我现在就来写一个。写一个特别版的，等一下，那你帮我拿啊？还是你拿，我自己看就好了。好，这样好。嗯。哦，好，这样，那手不能酸。等一下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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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去。这里的脚。好，我现在来签一个特别版的。好，我先签上我的签名。好，然后好丑。好，反正这一张呢，我就在上面写一些话，好不好？你们想要写什么？要脏话吗？你们想要脏话吗？我可以写脏话哈。你们有想要脏话吗？没有吧？还是我就写脏，真的地名的脏话这样子。有没有想要写什么的？来，我现在给你们点。你们想要写三小是不是？我还故意讲得很震惊这样子，数字三，国字小，你娘卡好，这样对吗？你们确定？应该不会有人要告我吧？你们自己清点的哦。会会翻脸不认人。写有没有合理一点的？我来看一下。霹雳卡霹雳拉拉是不是？好啊，可以啊。我看一下霹雳卡霹雳拉怎么写。不是，霹雳卡霹雳拉拉那个笔画太多。我写皮卡皮拉拉吧。皮，等一下哦。好，皮。皮力。哩哩啦啦，来，霹雳卡霹雳啦啦，好不好？只有一份，只有一份的霹雳卡霹雳啦啦，好不好？那你另外一张写波波丽娜，贝贝罗多吗？有人提议说，我另外一张写波波丽娜贝贝鲁多。那如果你们两位买到这个，你们可以约出来私约，好不好？看一下缘分。波波丽娜，波波，应该是口部吧？波波还是水部？哦，水部，水部。波波丽娜，
可是波波丽娜的丽是谁啊？美丽的丽。嗯、欸，是吗？应该是吧。波波丽娜的丽是美丽的丽吗？我写树林威利。树林威。好，下一张我写树林威利。波波丽，谁可以给我波波丽娜的丽？跟娜。来了。哦，有来了。哦，丽娜。波波丽娜。贝贝鲁多，后面没看到直播人拿到这个，对，想说什么意思？哦对，有小吃吃，来，波波丽娜贝贝鲁多哈，来，所以加起来是这样子哈，好。刚有人说怕有人没看到这个直播，然后拿到这个，想说嗯，不好意思，可以退货吗？谁要这个啊？你们拿到这个会开心吗？好，只有唯二哦，唯二哦。还有没有什么要写的？我现在就来写。应该有人说树林为例是不是？好，我写一下。好了，唯一一张树林为例案。你们要写魔幻舞台，我现在是怎样？小魔女几周年的那个是不是直播？是不是？哎，有人要脏话哎，不要哈。怕没看直播收到。对啊，对啊，如果没有看直播的人收到我，我怕会寄到纯正信函呢。对啊。你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吗？身体健康。为什么身体健康要笑？很酸是不是？你就很像小赖，你想要祝你身体健康。那就一张身体健康的哦。身体健康你们要吗？我写身体健康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好不好？身祝您身体健康。目前已经有四个了。还有想要写什么？我来看一下那个他的问语答里面有没有写。瓶装版长什么样子？现在目前现场没有太多瓶装版的东西。所以没有办法在这边展示。现在有什么？问他没有？绰号签名是什么？绰号签名？就前任镜那种。哦。尽责万岁，是不是？没问题。专门挑最难写的字。对啊。尽责万岁，结果九折粉拿到的。没有啦，气死。尽责万岁。尽责万岁！来，目前五个，
敬赖鸡腿堡为什么不写？没有，因为敬赖鸡腿堡笔画真的很难呢。你们要敬赖鸡腿堡吗？现在还可以哦，现在还可以预购哦。如果你是海外的朋友，你可以到那个我之前的贴文有 po 整理，帮大家整理网络通路，你可以到网络通路找。然后每一张都有那个我的签名，但是这些都是随机的，好不好？这些是给大家的惊喜福利。帮你画个小爱心好吗？没问题。对啊，搞得好像你会拿到这样子，没关系，就给你一个小爱心，好不好？希望拿到这些特别版的人，到时候都可以 tag 我，就给你一个爱心。签黄伟晋，哎呦，可以哦，那我就签一张不是英文的，好不好？来，黄伟晋哦，来哦，我就不补英文了，我就直接让这一张就这样放下去，好不好？无一镜是不是？好，我怕有人拿到，根本没有人在看狼人杀，不懂，我们不懂无一镜是什么啦。想说，哎、欸，无一镜会拿钱？无一镜，对。可以英文加中文吗？哦，你说再签一个英文加中文的，是不是？可以。好了，英文加中文的。欸，我已经签很多个，有要签那么多吗？还是其实还好？再签两个就好。再签两个。有十个。十个。反正我会在这个直播签的特别版十个，然后待会如果直播关掉之后，我的签名有不小心签错，我可能会写个 sorry 什么之类的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再提议两个，注英文的喝乌鸡这样吗？你确定你要喝乌鸡黄伟晋？可以画妙蛙种子吗？太难。画小精灵，我不会画哎。是哪个小精灵 ？Have a nice day。画一个大太阳，画图。你们要画图是不是？没有，如果写注音，我怕如果是那种国外的朋友拿到就会不懂注音。写 IG 账号，IG 账号你们有在爱吗？我可以写哦，微晶底线换哦，画猫咪，因为我画图很丑，所以我不敢在上面乱画图。画世间情，哇塞，我哪画得出来世间情啦？写一张相信自己。你会不会太老套啊？你还相信自己嘞？好了没？好，我们就写一张相信自己，好不好？然后就签名这样。反正就是相信自己。你们要写我还相信我第三首歌歌名，还是相信自己？还是我写你还要相信你这样子，比较像在跟你对话的感觉。你要相信你。祝你找到自己的光，是不是？好，这可以。
好，祝你找到自己的光。我还相信我，你要相信你，相信自己。哎，都有人要哎。那我先，你要相信你，好了，好吧？你要相信你，你要相信自己，你要相信自己，好。有了，你要相信自己。好，这边有十个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哦。哦，这样就是正面了。这个是树林维里安，这个是霹雳卡、霹雳拉拉、波波丽娜、贝贝鲁多、尽责万岁、黄伟进，中文加英文。你要相信自己。然后这是加爱心的。这个是身体健康骂人的，小赖是骂人。这个是只有中文的。这个是祝你找到自己的光。好，这边有十个哦，特别版的。然后待会我会继续签。那如果签错，我会写一些道歉的话在上面，对，弥补那个签错的丑样子。然后那我最后再来讲一下那个好了。这个北极光跟背光旅行的歌卡呢，只要你集到这两张，你就有机会可以跟我一起就是视讯。那之后又用什么方式可以争取这个机会呢？我们之后再说。哦，要上课了是不是？好好好好好，一点了，好不好？要上课了，要上课了。哎，那你要拍我签一下，还是不用了？真的？你还要吗？哦，所以这个不用了。对，哦，所以就没有资讯要讲了。怎么？好，可以了。可以。新加坡怎么买到了？去网络通路，网络通路可以买到，好不好？我之前的文有整理一些网络通路，你可以去看。香港可以买，可以买哦，网络通路。好哦，那因为现在很多学生要上课了，所以我就关掉这个直播了，我就继续来签我的那个剩下的三大箱。哦，拜拜。应该做过了吗？树林维里安。